广州第一申请，广州大热天的，那么热，背着个毒气罐，难不难受啊？广州第一申请，这么热的天，背着个毒气罐，别把人给毒傻了。投资经验是吧？产品要血量回起来了呀！我这个兵线我去不了，那没什么办法。除啊你是我擦，吸出来了，吸不到的点击直接打个铁丝鞭再回家吧。我一条命打他两条命，他也不敢跟我打。哎，咋这么虚啊？你妈的，好歹也是个尝试这么多的代次炼金，玩的这么无聊，我去，我操，这也太没意思了。无声，耶嘿嘿，没事，下个十五，哎，这波升个六级八秒了，呀，卡个视野。他没拿他不去这个线呢，那我来推吧。外机挂在哪？别逼了。
开大了吗？我操！我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开大了，这逼在干嘛？那得开大了，干啥呢？哎呦，不是，这开大这哇，这样子玩游戏的，摁走过去断线。我操，这个逼他知道追不了线了，直接摁断，我真的是摁断，无语了。我只能说这个电竞想混分想疯了，我操，还在断。他直播应该要送塔的，不用去了，在这里 miss 一下，让他去送塔。这把队友是醋呀！我去，我操，这蟑螂纯醋，这钻一砸碎。不会的，一点都不会。我想晋级赛第一把就排出啊！男子的晋级赛不会烂掉吧？男子，我操！念经在等中野吸，这把能吸的可不止他们中野，还有他们的 AD 呀、啊，是蟑螂，是蟑螂，啊，好像能控。死前吃啊，还行，赚了，但是好像游戏已经结束了，不确定，我再看看。哎，出生局，我操！下路会不会打不过吗？卢娜打不过吗？可以看卢先一直点题目点赞，应该是娜美犯罪了。兵线是往这边没推他，是单挑的。那兵线，两个巨人腰带是什么？我操，这逼疯掉了！他不出个蓝烧宝石。他估计想出来，他宝石和镜子点歪了，点到旁边的巨人腰带了。这个逆天，OK， 这波我决定我要去游走一下，把这个 YG 搞死了，放中路。OK， 他被秒了 ，YG 没大，好像先锋用过了。你在装你老娘，哎。哎呀，真鸡巴无语！你妈逼呀、啊！哇！我的650 G， 哎呀，好厨啊！算了算了，系统局。被一楼机制支配的对局是吧？没办法，队友全是厨。不行，我这个先锋得放了，我操！
新闻不放，等会也不好放了。哈哈，走了。农药哥嘴都笑歪了，可以，你这农药哥一看就在说电机，电机。上那个毒气背的是农药，农药哥确实嘴都笑歪了，直接加分。一楼机子雨，三个腰带也太夸张了，我以为他第二个腰带是想出让他保值点错了，没想到他是真要出腰带，这个逆天。啊！哇！完罢了，真的完罢了啊！完罢了！来，到点，快到点了，还有两分钟。你干嘛？你装备也不行啊，就一个暗传想干嘛？别动别动，发电机听不到。呜，哈哈，哎呀，我操你妈！哎，走吧走吧，算了算了，没事，十五局，一不一无所谓了。影响不了结局。我的双手沾满了罪孽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蟑螂被追到自己家野区四处逃窜的样子真的好好靓仔。这个养生器是不是升有点低啊？这是正常的。哦哦，哇哈！啊，老子闪现点燃就拿个助攻，我杀你妈！哎，拿个先锋，兵线我得吃，我操，兵线我得吃，先锋有悬赏。你这畜生！我操！啊，还好这波来机，这波也操作也没拉满。我操！你这畜生！你们可真是一群喜猪，太勾巴菜了！我操！
哦吼，直接大走了。哎，要是我可以切，还能打打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我这畜生哪来的？给老子杀！你这畜生！我操！你这畜生！你妈洗不洗？卡的好装啊！我操，感觉对面也挺菜的。为啥对面是真的装的不行啊？赢了一半了是吧？说实话，这把队友稍微再正常一点，等会打团看我操作就行了。等会打团就是我的个人 show time。又打起来了，哈哈！这中单挖掘机感觉也确实不是能玩的东西啊！我操，挖掘机白给好几波了，少说连续死了三波了。这蟑螂别当醋，我感觉他要被逮了，卡了。这么痛吗？不过没事，无伤大雅。小卡了一下，刚才突然断网了，打起来了。哎呀，不太行啊你。我操，这死狗还想 K 我头，你妈没了。小雪没磕到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逼一下出来打小龙，我回家把装剑卖了，装剑卖了。哎呦，磕雪按急了，我操，打按完我之后再按磕雪就可以直接干死他了，磕雪空了我就不敢追他了。不是你鸡巴能不能回家呀，过来打小龙了。我帮你把你的野刷了，免得你惦记你那逼野怪。哈哈，杀得掉我吗？杀得掉吗？哎呦，我操！啊，那你就替他死吧。你替他受死吧！我操，没有是你头，我滚你妈！这傻逼开了我不少头了，说实话，他开我好多头啊，这里。有红吗？直接打。
算了算了，继续打团吧，因为打团输不了，再继续打团就好了。灌 TP 了，我操！这个腹地我好痛苦！我操，这个腹地真的千克我，我操！哇，我巨难受！哇！好可惜啊，我操，这毒气厨，我操，这放毒气的厨真的太贱了。没事没事，下波再操作。我操，这波被这个毒气厨给克制了，兄弟，这毒气厨这波 i7 打出了 i17 的作用，不，打出了17-1的作用。我操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啊，想干嘛？这点血，我的双手沾满了自己的血。这不刚才那个位置有点尴尬，太窄了。哎，这个位置太窄了，那腹肌刚好就完美让我出不去那个位置。张佳妮，你不说我都没看到，算了，刚才没看到，我第一时间没看到，你们弹幕不说我都没看到这个 B 在叫，这纯种他们还叫我玩起来游戏来了。上来开团啊，我看你妈。不声不说话，说句话让我发挥一下，不说话我怎么发挥啊？记错啊。傻逼，你爹差这把分吗？不是，老子想赢不随便赢啊，你个杂碎，你还教你爹玩游戏啊，你这俩杂碎。OK。勾巴什么玩意，你跟你爹他妈的叫起来了，我操，这个傻逼混了我那么多人头，他在我后边当了我的狗，不知道跟我混了多少人头，他还他妈教我玩起来游戏了，那你真的都别赢了好了，一群杂碎混老子的分还他妈想教我玩游戏。